你好。吃草，我不要吃草。你那小狗，我的小狗在外面。他说你那小狗要天天跟他洗澡。这个是收枪的，拍照片。我那这个都拍得下来。对，这个多少钱？3块。哦，那不是。这下面是支架还是？对，可以用这个。聪明发表演讲，这期我们叫什么发表演讲，说得很好，说得不太好，不错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他刚刚说你听，他说你装吧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他说你只会说一句你好。我说是谁说的Hello thank you Hello thank you再见，小朋友。你吃什么？这个好吃，好吃。哎，啊，小心！傻眼了，都傻眼了。好好，再见。拜拜。Oh, my God.